两口，我说好，来人没问题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会不会有看过广告桂格氧气人参吗？先对吧，它是碳氧化合物的植物，如果我们会不会要补气的话，早晨起来吃一份光参，而且您吃完之后啊，不能躺到那不动，你哪怕原地爬步走一走，带动氧气在您的身体里循环，这样你的心脏不会缺氧，大脑也不会缺氧。如果大脑长期